天这部影片呢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。每一次出现在我之前影片的那个小女孩，那个 baby 耶，是学的。然后我也希望你们就是可以把这部影片慢慢的看到最后，看完它，因为这部影片很有可能是我跟她的最后一部影片了啦。冷冷吗？冷冷了，冷冷了，冷冷了。来，你来，你自己来，你自己来。来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的豆牛，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Yes， 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，因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人问我这个问题啊，不管是在 Instagram 啊，还是在 YouTube 啊，我之前的影片呢、啊，大家都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每一次出现在我之前影片的那个小女孩，那个 baby 耶。是学的，然后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？就是真的太多人问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直接做一个影片来跟你们讲，然后跟你们分享这样子啦。然后我也希望你们就是可以把这部影片慢慢的看到最后，看完它，因为这部影片很有可能是我跟他的最后一部影片了啦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然后至于他的家人，他的妈妈是谁啊？在后面我也会跟你们讲啦。OK，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。所以今天我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我就是来体验当一天的妈妈，照顾他，然后去陪他玩，然后拍给你们看这样子啊。因为我在我的 Instagram 就有发布，问大家想要看我跟他拍什么样的东西，然后很多人就讲想要看我就是照顾他，拍一天跟他的 vlog 啊，啊，就是种种啊。所以今天我就来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给你们看啊。OK。这惊喜是什么呢？就让我们现在去准备，然后就拍给你们看，到底在他睡觉起来之后会准备了什么惊喜给他。OK， 大家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小小惊喜，这是我特地跟达达还有玲玲借的小游泳池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在筹备一个游泳池给我的小 baby。 OK，我现在先把这辆车移出去，我就开始铺在这里，享受一个冷冷冰冰凉凉的傍晚。OK， let's go。 第一步，把这个游泳池吹点气先，因为它漏风了，我们要吹点气。要不开电一下里面。OK， 刚刚那个插头坏掉了，所以就换另一个吹风筒啊，这是平时我们都用啊，刚刚那个是比较便宜的，然后现在我就用这个来。OK， 大家，现在我们就来很重要的仪式，就是把这个游泳池装满水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要装多久啊？感觉会蛮久的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装水啊，我们就。等小 baby 起来，然后就拍给你们看啦。Let's go。谢谢谢谢你看谢谢你看谁谁刚刚谢谢你刚刚谢谢你了，嗯，我们不要给他看那个惊喜先，给他清醒一点先。 Hello 哥哥， Hello Hello Hello， 你看还一直在跟观众讲，我们平时叫 Hello 还不会 Hello， 这样 Hello 姐姐，嗯，还有是这样，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？
讲我叫西西，西西，讲西西，讲狗狗 ，Hello， 狗狗，狗狗，讲狗狗。他还要睡，他还要睡。给你看这个，给你看，过来。看那个是什么？那个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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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了。过来过来。一二三，叮铃，什么来的？啊？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要玩吗？要玩吗？要吗？要游泳吗？要吗？要吗？走。OK， 走。来来。来呀来呀来呀，他来了。嗯，哈哈哈哈，一次，嗯，有，哈哈哈哈，大力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拜拜，狗狗 ，go go go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喜欢啊，很喜欢写啊 ，OK， 我们来做热身先，我们这样子跳跳一下先，做热身先 ，OK。那边玩了，玩吗？要下去玩吗？要玩水了吗？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，我们准备下水了。我先下了，我先自己下去。咚咚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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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啊，一起下去啊！一二，呜。OK， 我们直接下去啊！一二三，喜欢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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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！ OK， 走走。哇！走走，冷冷吗？冷冷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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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冷，冷冷，哈哈哈哈！冷冷了，冷冷了，冷冷了，冷冷吗？冷冷吗？快，我，哈哈哈哈！差一点跌倒，来看我露下的身体，看会有什么反应啊？一二，五，哈哈，三，五，冷冷吗？冷冷吗？你很喜欢，你看喜欢，等，等，哈哈，来玩，先走。我看很敢的样子，哇！冷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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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我不能放了 ，OK， 你讲狗狗 ，OK， 给你一粒，讲姐姐，对，姐姐给你一粒，讲 love you，love you 给你一粒，哈哈，讲西西，讲西西，西西 OK 一粒，讲 hello 哪一粒 ，OK， 你讲我爱你。哎，你要给他一粒，I like, OK， 人家，分享，分享，他叫你分享，我快讲，继续讲 ，subscribe， 好的，再过来一点，这边，然后转过去那边，转过去，来，过来。哇！哇！这个气球，这个球哦，这个球啊，是我妈妈之前买的啊，讲给我以后的孩子玩的，现在终于用上了哦，是不是？
现在已经是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了，我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水已经变温了，因为哦，刚刚我的妈妈就是煮好那个烧水，然后就一起放下来这边温水，超舒服。这样，一、三、一。很多声音发出来啊！你看我叫他假假睡觉，一直睡。一二三。OK， 哎，他们讲睡觉这样子的。啊！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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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姐姐，怎么上去了？我们明天玩。这么不了，休息了。这么不了。OK， 等下再拍给大家看，冲凉先。这么不了 ，OK。OK， 现在到我们的晚餐时间啦、啊。然后这是我爸爸今天煮的晚餐，超好吃的，给你们看点 close up， 看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好吃。OK， 然后现在耶那个小乖 ，OK， 然后耶他就坐在这边看他的卡顿啊，来去，看他在看他的卡顿。啊，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耶，其实我们都会拿他的饭的，但是耶 ，Hello， 会跟我们一起坐在一起吃啊，会想要做自己的东西啊。西西要吃东西吗？走去吃毛毛，去。啊，就是他要看戏，OK， 我去吃我的晚餐，等下才喂他吃。OK。没有放任何一个调料，就是没有味道。哇，这鸡胸肉烤的。上次怎么样？你自己拿。进来，大家，给你们看到了，他不要我喂他吃，硬要我妈妈喂啊！来，谢谢我，我尝试多一次。来，我喂你啊！啊，别 ，OK， 看给我妈妈喂。欠打啊！我喂就不要啊，硬要别人喂啊！你这么叫欠打！其实现在才刚刚吃饱不久过了，然后我们觉得应该是刚刚玩水玩到太累了，然后他好像就很累了，可能想要快点睡觉了，就要泡牛奶给他喝了。OK， 他刚刚吃饱饭应该是有一个半个小时不到哎。快点来，走，阿走。Wear a hat, sometimes play chess, and when I'm out, I'm looking for that vintage fling. But all complexions that I adore, so hard to find. OK， 大家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已经要睡觉了，然后因为我们原本是要关灯，现在我们开灯了，他就很活泼啊！你看。会自动看下镜头 ，OK 啦，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影片。然后大家应该就是很好奇，他到底是我的谁耶？为什么我前面会讲，可能之后的影片都没有他嘞？其实哎，我跟他的妈妈是不认识的。这个 baby 耶，他今年两岁嘛，然后他的名字叫西西，他其实是我妈妈雇了一个 baby 啦，就是不是我的谁。然后为什么会给我妈妈雇呢？是因为他妈妈在新加坡做工，然后他的外婆是他外婆吗？他的婆婆还是外婆，就是做工也没有办法照顾他，所以他就找保姆哦，所以我妈妈就是他的保姆这样子。然后为什么会讲他之后的影片可能会没有他哎？是因为我们雇完他这一个月呢，他下个月开始就不会给我们雇了，因为 MCO 的关系。然后他的外婆还是婆婆已经决定就是带他回去自己雇了，所以之后的影片呢可能就不会看到他了。这个影片很有可能是我们跟他的最后一个影片啦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，然后就是记录一下曾经我妈雇过一个这样 cute 这样可爱的 baby， 就是这样子啦，就跟你们讲一下，因为太多人问了，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啦，然后你们有什么经验啊，那种雇 baby 的经验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这样子。
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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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ove you, baby。哇 ，OK， 拜拜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